潮州大锣鼓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那么今天呢，超过了10多名的这个鼓手或者是这个乐手呢，将会一起配乐的。三月初三锣鼓响，它不仅是传统，它用了现代的生命去包装，转化为了一个承载以及复兴潮州文化的文化节——潮文化香火，代代相传。